AB 两组的分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？请观看大屏幕。首先是 A 组 ，ZGDX、Fnatic、剑、King、蓝、黑曜。下面是 B 组 ，CK、YQCB、末日兽人、R、DQ5、ANT。从目前陆月和童谣的个人数据和表现来看，还有弑神池和阵容的匹配上，童谣更适合做全国联赛首发。俱乐部最终决定全国联赛由童谣首发，陆月作为替补跟童谣轮换上场。我已经通知关伯娘了，工委那边马上就会公布的。看什么看？你给我好好打比赛，要不然小心随时会饮水机旁。哇哦，小姐姐要和我们并肩作战啦！童谣，加油！加油，童谣，十月份去上海吃肉还是在电脑面前喝汤就要看你的了，加油。后天就是揭幕赛了，作为首发，童谣你可得加油啊。童谣，欢迎加入 ZGDX。 啊，老 K， 我不是早就加入了吗？哦，那我闭嘴。加油。陆月，我没事儿，数据是客观的嘛。我现在综合实力比起那矮子来说还是差了点，我只有努把力，有信心超过他。保持好心态，加油。嗯，加油，走吧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由你们最大的热情有请他们登场。首先有请 CK。 欧云来，欧尼尔顶级上单，擅长肉装式神。圣诞噩梦，活跃打法激进，一言不合就是干，在中国 ADC 排行榜中也榜上有名。他们中的小花，他的拿手式神也是玉藻前。小姐姐，你碰到啥了？你懂什么？这叫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CK针对简阳。哎呦，简阳打个前男友还来做功课呀？那是因为他不想在前任面前丢脸。哎，小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实不相瞒，肚子有点疼。你不会是想放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有请出的就是他们的老对手 ZGDX。丫头还是有点紧张啊，不大气。第一次上场，正常。跟我当年比，可是差远了。有几个你啊？今天是童谣作为首发中单的第一场比赛，肯定很紧张。希望能搞出个大新闻。生大肉保障上单老王，看他健硕的肌肉，真的很不好对付。
冷静态打野老 K， 正太脸刺客看了都让人害怕。同样的还有万绿丛中一点红，国内首个女竞技选手，备受瞩目的首发中单 Smiley， 终于看到庐山真面目了，大萌妹非常可爱，以及精彩辅助小胖，他胖乎乎的样子看着就让人很放心。 OK， 那么最后就是我们的 ADC 之神千曼。战队都已经准备就绪，事不宜迟，有请两支战队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准备为我们现场的来宾朋友们奉上一场世纪大战。征战即将开始，加油，四妹。